最喜欢的又是哪一场戏呢？最喜欢的戏呀、啊，最喜欢的戏，也在昨天呢、欸，就有一场是我跟我的那个狗狗朋友分离的戏。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还好，还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。然后等到我真的进入小月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狗狗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。然后我昨天看到他们那，就是那边都是野狗，然后其实我都不认识他们，可是就突然有一只狗狗放出来，然后它就在我的腿上这样磨了一下，然后就突然觉得心好重，我就想说我的朋友要离开我了这样子，然后就在那边就整个大哭，对。这印象还蛮深刻的哦，我永远记得昨天我被我气里面的狗就是拉倒在草坪上，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 husky， 然后它就是要跟着那个每一只狗一起冲，就它往前冲，我整个被拖倒在地上。我觉得这个狗真的是很难控制的一个东西，我每次跟它拍我都要哄它这样子，然后可是它都不听我话，所以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应该是跟那只狗吧。